the chip is要懂数据的吗？要。 这个不用排在里面，排在里面干嘛？能组一下吗？试一下。 测出来一个了，我吸，我他妈的顶不到阴角。看看，嗯，那行，我要练单烙铁拆八角。单烙铁，有啊，来回搓啊。我先把这个叫什么八角。 干净，等一下要补数据的。我还找个新，一号脚。抵不动，我不动。这他妈的焊了一坨的，我操！我能搞下来，你放心。 不相信我撑伞，真的是这个人。不相信那就不找他了，好吧？哎，没人找。我得搞到其他的器械上去。这么爽？怎么办？继续搞他呀。哟，我操！ 能救吗？可以的。可以啊。他妈，这个影角到底在哪里？你怎么不从正面测呀？我操！正面你怎么测？正面他没有影角，你测不了。你知道他没影角啊？凉的呀，他的。 兄弟，你在哪里？两边都加新的。这个是这个。通了。三号线。通了。三号线。 对啊，没芯片的。好像第三号线，你不先接上？先接上干嘛？这不房子太那个了。我操！有点臭啊！ 那个就单独使用那功能使用不了啊，单独使用这个斜八角。
可他妈的不好看啊，我有数据我还得采访点。但是我要看他有没有动工提示啊。一般里面这还是怕他灭不了吗？就这个，你哪个来的？我操！你他妈！这个。哎，成龙，你做个富了，我操！这个位置。那搞一个气囊收几百块钱是不是有点少啊？操！你不看一下，我操！七号线是哪个来的？三号线旁边是吧？
在第几轮呢？第四个。还是接地了哈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这个他妈接地。那就把那点锡给它刮掉，那就刮掉，刮不刮没事，还要用吗？这个气囊还要装车吗？有车装吗？嗯，好的。